前才公布金钟视帝周渝民以及视后林依晨将在电影《杜拉拉升职记》中同台飙戏。现在 After School 的团员娜娜又在微博上贴了一张和仔仔周渝民的合照，宣告正式加入杜拉拉。合照中两人头紧贴着头，仔仔可能是怕女友玉红渊会生气而露出羞涩腼腆的表情，娜娜则是一副落落大方的样子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娜娜才是仔仔的正宫呢。至于娜娜为什么会被选为女角呢？不论是否跟曾经获选2014年世界百大美女榜冠军有关，娜娜美艳的外表就已经是票房的保证了。杜拉拉追婚记是一部描述杜拉拉和未婚夫以及追求者的三角关系。入主女角的娜娜将与周渝民、林依晨以及陈柏霖共同在剧中来场轰轰烈烈的情爱戏码。杜拉拉预计在2016年上映，观众们可得耐心等候了。耶稣的宣中心特别报道。